百块钱现在差工，个人的无花枝条，你要吗？你要买我的哦、喔，还一百块个人的无差工，老九要不要？一百六，我拢无实实。老九要不要？老九拿好。我帮你留了，记得过来买。这个比较低单价哦，我还可以帮你留一下。哎呀，改剩几千啊？明天有没有债务日语哦？明天有债务日哦。回档没有了。什么啦？好啦，我这卖钱啦，这先卖啦，两百块啦。不会啦，全价先卖啦。一百五。太我啦。这嘛有啦，啊，佮行到在遐会生活的。鱼塘已经被买通了。哎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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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里我的，我的手爱食我的，佮见有师傅是你个，爱食我的佮见。买一袂够，我来来个济，一袂要开两百，两百四百，三百两百。五百我只袂过哩，五百了啦。啊，只袂过哩，五百好啦。我以前五百过啦，一两三十，六百五百啦。还佮赚啊？赚你袂袂少啦。500好了，我一个下来500块了，500好，500了，再几百多钱，我一个下来500块了，老江西的，还找500好了，还500了，500了，哦哦哦，500好了，别转了啦，不能看好好，你准备看什么？过来过来。睡过来嘛？我爸好了，五天了，吹了吹了，凊彩的啦，无钱人过年还袂讲啊？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五百了，最轻松的。来过来过来了。500了，我一个蟹500块了，不要吃我，一块存不500块了，还够500蟹，500块，我一个那个不来500哦，500，哦蛋鸟啊，500弄我，黄鱼耶，黄鱼哦黄鱼啊，还我一个那个不，我鱼啊，500块，我来买我来。我包场，我三十是。包场第五排了。包场五排好了，我这螃蟹先也袂变。螃蟹大只啦，你等下规只拢会食啦，整只都会吃哦。你规只拢会食哦，规只拢清白，水无啊？等下炒葱啊，两个，炒葱啊，炒洋葱炒蛋就食啦。我等下问一下啦。减速机拿一只四千五十块啦，爱食少一样其实啦，这太好啦，要用开古巴就四百，三百了啦，百块啦，这三百块了，三百，真实在，我是切心的，你刚买来啊啦，这贵你袂买来啊啦，两百了啦，够啦，好的，你把我包回来，还两百啦，两百两百啦。还能放过来？没有，我把给那个了。还能放？他整天要找我钱。你等下再找。等一下，我也是找了。看哪个招哎？看哪个招哎？阿怪。哎，螃蟹过来了。他拿了几张？
买200块。388分单。就不喜欢吃这种方法，做500。买200块。200块。200螃蟹，螃蟹个人买不来200块，来200块，都有啊。不是的。这钱找300。哎，快多加人呐！好。我爱找第一个哈，我拿来炒锅。来。啊，谢谢。来。我在哈。一路走。看着。楼上在四楼上，五字头也不好听哦。阿伯先来接666。老板来个690。这两位现在100块的人来吗？来一下。你老板中午还菜吗？还菜有啦，陪你来500块了，卖500块。卖小东的，小东，很小东的小东。虾仁来500块了，哦，等于炒饭炒面煮的就好吃了，卖500块，这一斤卖开400，好吃，你们两个来500块。虾仁阿伯阿伯阿伯三四个阿伯三四个啊。500块了。虾仁500块了。我来买好，卖看到妹妹了，真欢喜，生自己去生一个，自己去生一个。好，你贵不贵？这爱吃啥？你等下，你贵一个1800，加一斤中骨啦，加一斤中骨没有钱啊，爱吃贵，再加一个猪皮烧汤圆啊，真正好。你行好了，我少吃皮，免500，免400，200了，还200块了，贵了，收到了，200块了，贵，因为你那个外劳20几万，20几万的那个，我看他们的工单，我每个月加班时数100多小时，几乎全年无休，每天都加班呢，100块了，100块了，你自闭说真的，100块了。100块了。来个100块，先买100块了，没人买，买100块了，100块，100块。哎呀！来个100块，100块了，贵不贵的？100块了，100块了，100块，100块，100没人买哟，100块呢，好，没人买，走。来套丢来500块，套收500块了，还500块了，套丢有税无税你该看啦，加这4家公家超过500，这边过来，这边过来，500了。
到底的500块啦，500块，够钱了，500块，来，五百了啦，是啊，还要再贵啊，还500块啦，你吃怎样啦，吃怎样啦，大只到少只啦，小只到大只啦，500了啦，够啦，500块，现在500块啦，套丢过来500块，人来500块，套丢500块，坏哦。很多了哦，然后有啦，有雨羊肉卤，羊肉卤，羊肉卤，每天加班的，我包啦，什么羊肉卤？你是有看到吗？有啦，500，我包了，买个包了。他们很拼，是因为为了寄回家。盖房子或跟外劳，羊肉卤够了两个，包哦。他们最大的，羊肉卤够了两个，加我来红包。来台湾工作最大的愿望就是，第二个算算寄回家盖房子，然后开一间小店这样子。来，加我几个红包。加我几个红包，几收啊？哎，哥，现在250，第二个能扣第二个五啊，两盒250，有没有人要？两盒250，弄我好羊肉了啊！好嘞，谢谢嘞。哎，第二个够人哎，250。没有，没有。第二个上班，第二个没有另外加班。他不玩不？要放完啦，放完了吧？羊肉，羊肉够了这怎么办？这款够好了，这头鸡要落鱼，这落鱼大只的啦，大只的啦，腰须要大只啦，这只海螺啦，我即要抬价过，即要抬价要偌济？即要抬价就要500，即要500，要偌济？要1000块啦。性欲大增，天天都要钓到他老婆受不了。我爆料了，即要过年。谁要跟我一起投资种椰子水？种椰子水。够人诶，无500块了。没有金木鱼头，什么东西丢两盒？羊肉卤还有啦，不用了，过来自己拿哈。500了，这大位了，六只了，这大位了，500了，我包了，这位肯定我了。金木鱼头没有，羊肉卤我等下再帮你留哈。500了，500，500，300块呢？你多少金木鱼头？大位。下班嘞，我嫌辛苦。讲恁的猫，黄，好了，黄鱼无啊啦。哎呀，这管路了。炒花梅，你要不要炒黑鳞啊？煮海参鸡啦，煮海参梅啦，真多啊！这一块300瓦啦，超市一块开开800，两块开300啦，这块过来啦，300块了啦，这块过来300块啦，四罐肉啦，啊，这块过来300块啦，啊，四罐肉我剩300块啦，300块啦，四罐肉我剩300块啦，啊，300块来这边来啦。快点！你干嘛？没有盖子啊，堵住盖子啊！这行车，老板。加了。不要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没有盖子，为什么？后面可以用，后面可以用。哇，不要钱，看你这个，太丢了。来。今天乌绿油啊，乌绿油，乌绿油。哎，哥哥，我300。来，谢。哎，哥，现在300块。来700张。个人还无300块。边啊？最后结无啊？最后结了，300块。300块，个人还无啦？个人还好。回家，回家。好了，蛋姐。你虾卷先卖虾卷，虾卷好不好？对。虾肉卖。我变大钱。变大钱啊！用菜来买菜啊。菜给做多些。啊，这买菜差啊。这哪没做菜呀？我要再那个虾卷，虾肉有这种可爱，有这种物件搞餐厅，搞海产带，搞 cos 搞超市的啦。
一斤的这包豆皮，这种菜在做来讲，超市一块卖百五啦，一人一排有炒虾卷啦，讲百五两块开啦，得开三百块，这两个开三百，我少食起来，这三块三百就三百块啦。虾卷有两个无三百块，三百块了炒虾卷，我话三十条。你讲安尼有卖个了啊？这可够你啦，三百了啦，虾卷先卖三百块，三百块啊，好争气啦。扣本七十五块呢，七百五十块，七十五块，个人还不三百块，三百了，三百块，哎，你要虾卷吗？三百块。你想走？我想走。在哪个位置啊？这边是六米街哦，比较靠近，前面古堡了，靠近中心路那边。前面牛肉卤200块，牛肉卤够现在200块。等下来打你了，还够能发现？还能发不？我赔过去。还能包过去两百块，不能包人来吧？两百块，包别过去，别过去。别嘛走。还能包过去两百块，过去两百块，这能包过了。牛肉卤，还头前搁两个。来，捞两块。有两盒哦，哈，有两盒，哎，还够200块先买两包，还够两包嘛，变成这个钱。你在五顺街，我800，够人来不？五顺街的哪一边？靠近桥那边还是靠近？能包够先两包，能包，能包完了。北青，现在北青。今天丰原游，早上六点。黄鱼大只的，哦，黄鱼嘞，黄鱼嘞，黄鱼15次，黄鱼16次，什么叫黄鱼？我收拢卖完啦。哎，这哦，一斤啦，我一斤2.5、2.8啦，遐个，一斤大概2.5，两百块五百块，我最强，这三百五百块嘞，黄鱼先卖500块，500了，500了。最强起来，这尾个3块500了啦。500块五包啊！黄鱼先卖500块，500，他们只卖黄鱼，卖500块现在五包了，黄鱼够现在500块，500，来边来，黄鱼500块，哎，黄鱼够现在500块，黄鱼，啊边个钱啊？五顺街离这边还有一段路哦，还有一段路哦。黄鱼过来，黄鱼过来了，黄鱼过线了，500块了，看有没有黄鱼不？你如果是在五顺街柳桥那边的话，还够人来不来？500块。黄金路方向。黄鱼过线500块。六米街。黄鱼500块够人来不？黄鱼500，不能买哦。要买两只啊？啊？两只啊？要。再买两只吧。2.5。哦。250够现在。得到的什么东西可以？加2.5。2.5。这个蟹好少食个，这点要开1800-1800，你买袂着啦。多少人啊？五百了。可以过来拿。三百。
已经第三包了。第三包了呀。还有四包一度吗？四包一度吗？包600。包你。来，这蟹味棒有人要吃无？蟹味棒，蟹味棒啊，这透过就会吃呀。煮炒面、煮火锅拢会使。美乃滋哦，巧克力哦，巧克力的无，一粒一粒伊甲送去，你知道？啊，一克啊，超市卖100元啦，1元、2元、3元、2元、2元、3元、3元，这3元卖你300元，300块了。少食过来，现在300块，这个上300块了。好变好变啊！哎，蟹味棒我现在300块了，哎，这个钱了。多少？蟹味棒我现在300块了。出来无温暖。300了，300有无？300块，蟹味棒不可以。300块。你在泰山就不要，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到现场。你先生，你先生买的哈 ，OK。给他一份。来加。看电好吧？你说说话黑的吗？没有，两个花，三个花。虾仁先卖虾仁呐，500块了，100块。哦，这一斤的连400块，这大粒的这个几斤可能吃。这现在500块了，这要不能订单来，我包就减500块了，500块了。这对了，来500了，500块。虾仁先卖500块，500块。袂使，袂使。来，是吧？你不是有卖贡丸吗？有。贡丸，贡丸，贡丸。鱿鱼，鱿鱼。贡丸呐。这里都给你500块。对呀、啊，大小吃啊。台中也还在下雨啊。500块价的。六米没有变。2次来、3次来、4次来，500块。黄金仓都现在500块，黄金仓等永翠和甲来红包，现在500块，500块，黄金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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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00块了，500块。这样子。贡丸先卖200块，2包200块，贡丸都现在2包200块，2包200块，过来要贡丸不？2包200块。300块，没有人要干贝酥，这个季节青草锅季节了，一克只有30粒。